各位旅客您好，第一月台即将进站的是16:56开往7堵5164莒光号班次列车，沿途停靠中立、桃园、树林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原定约7:14开往苗栗区间车，大约晚6分，上桥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原定17:14开往苗栗区间车，大约晚6分，造成不便，敬请原谅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原定17:14开往苗栗区间车，开往晚6分，操作不便，向您了解。